我对于这次从华人华侨的会见活动期待已久，心里感到特别的激动。我是从今天东亚峰会的会议直接坐飞机赶到这个华人的总部啊，到他们总部来，商会总部。我听说中华侨商的总部呢，有102年的历史。这个商会的历史，其实就是我们华人华侨为祖国和人民奋斗的历史。在这里，我要向全体华人华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。我要代表祖国和人民向全世界的华人华侨表示问候和敬意。我想跟大家说，祖国强大，这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盼望已久。建国60多年来，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。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，我们以年均9%的速度在发展，现在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。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，也凝聚着华人华侨的心血。我们深深的懂得，一个国家要赢得在世界上的尊严，不仅要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科技实力，而且要有民族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提高。我们不仅要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，使祖国能够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，而且要把国家建设得更好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，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全面发展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我们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，
只有改革，国家才能进步；只有开放，国家才能富强。我们从实践中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。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，任务还很艰巨。我们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经济发展的不稳定、不平衡、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。我们要通过改革来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差距，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，进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。我们要通过改革消除社会的消极腐败现象，提高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质，使中国能成为一个具有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国家。我们目标已经明确，党的十八大刚刚胜利闭幕，确立了收入倍增的宏伟目标和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，并且选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人。我们对中国的未来，对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抱有充分的信心。同志们，同胞们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华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会见这么多的同胞。我想通过你们向全世界的华人发起表达我衷心的谢意。我想对大家说，还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，归隐林泉。我总觉得似乎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，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办，但是我心里常常默念屈原在《离骚》里的两句词，一句是忆于心之所在，虽九死犹未，
另一句是苦行歹之死指使其，苦行歹于死之喜，为先生之所著。这两句的意思是为了追求真理，即使我死九次也不后悔。为了自己的清白，即使死也要死得诚实和正直。我曾经说过，我为国家献身已经40年，我希望人们把我忘记，包括华人华侨把我忘记，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，不会忘记几千万华人华侨。让大家久等了，我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谢意。